大家看到我现在在哪儿呢？这才是神圣的、神圣的庙堂啊！今天5月10号生日直播完以后，我到这里来为我们新中国联邦人和伟大的犹太民族和乌克兰前线的战友们和所有爆料革命的战友们家人祈福。我们得万佛万神的庇佑，我们会成就这个世间最伟大的事业，促进人类的和平、财富的公平分配。新中国联邦是人类上唯一的希望。阿弥陀佛，啥都不佛了。